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19年1月29号，星期二，农历是12月24。好，那么下面就开始简单的啊，开始回答听众朋友问题啊，请大家千万记住，下星期一就是大年三十啊，除夕啊，大年初一是下星期二。欢迎大家好，喂，谢谢。哎，喂喂，打通快讲啊！这个打通了，打通快讲，快讲快讲啊！对不起对不起，师傅，不好意思，弟子给师傅请安，请师傅看一个，帮同修看2015年，男孩属羊的，看什么讲吧？这个男孩是这样，他3岁时医院体检，医生诊断青春期会出现买凡氏综合症，就是会出现就是四肢手脚我心脏会有问题，脑部大血管会变薄，然后扩张容易破裂，同时那个腹部腿部经脊移位，脊柱会侧弯，大血管会病变，容易致命。然后现在那个同修非常着急，就害怕他的那个这个外孙会有性命危险，请师傅麻烦师傅帮这位同修看一下。这孩子大脑神经有问题啊，脑部神经有问题啊，这孩子而且发育比较慢，而且讲话也很晚的会。是的。这个男孩他是个试管婴儿，然后孩子的外婆已经为孩子超度每个孩子21张，一共是超度了4个，念了80张左右。然后他想问做凡是做试管婴儿的基本上都是讨债的呀，硬搞过来就是讨债的呀。是的。不可以的呀，办的。然后孩子的外婆平时也在给男孩做功课，做小房子和放生。现在这位同修想问，现在医院里边冷冻的3枚受精卵是否已经超度了？还没有。还没有是吧？好的好的。那想问一下，他母亲的身上是不是有孩子还需要超度？母亲还有2个呢。还有2个是吧？好的。还要需要多少小房子呢？78。68哦，好的，我会要78。78，好的好的，谢谢师傅。然后需不需要给孩子放生？放生倒不需要，这个孩子活不长的。哦。好的。所以我要做好思想准备的，如果能够活下来，多少天就算多少天，都是菩萨保佑的。但是你要看他以后活得非常好，非常好的话很难的。因为这个本身就是来讨债的，讨完了就会走的。明白了吗？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然后同修还想问一下，他女儿什么时候会有佛缘？因为现在同修家里是同修在拼了命的念小房子，然后自己的女儿和外女婿都不用没有念，所以外婆很着急，想问一下母亲的什么时候有佛缘。这个没有办法，我告诉你，这就是为什么他会生这种儿子，听懂了吗？我告诉你，他自己的业他自己背，母亲又没关，没有办法的，我告诉你。这种已经给他报应了，你不信好了，你不信的话，你看看你家里就不信了，是的，是的，好的，谢谢师傅，然后麻烦师傅再看一个64年的龙可以吗？女的。他现在就是想要想问一下师傅，他自己的房子现在里边有药精者，然后同修想要搬一个房子，请问他今年什么时候有机会可以搬？搬了不啦，房子还没买了是不啦？还没有买。他属什么的？几几年呢？64年的龙。过4月吧。过4月是吧？然后。好的好的，谢谢师傅。他现在说有一个房子看中了，想问一下这套房子可以吗？可以。风水可以吗？蛮好。可以的是吧？他这套房子是一个公寓，好像大楼。对，是的。大楼的。对的是。还对对。靠那个窗户很多，很明亮。对，是的是的。师傅太厉害了，感恩师傅，感恩师傅。师傅能不能顺便再帮他看一下？这位64年的龙的业障比例啊，业障比例啊，64年的龙业障比例，26，26对吧？好的，谢谢师傅。他身上，
他莲花能不能再帮他看一下他莲花还在不在？他的莲花编号是2944。很不好，他现在莲花很不好，随时会掉下来。是吧？那他应该在修行时再注意些什么呢？我觉得他有懈怠过，嗯。一般莲花外面罩的一层像那种紫色的纱一样的这种莲花都是有退转过的，嗯。听懂了吗？那我懂了，我好了好了。好，我会让他告诉他，让他需要就是更精进的念经，然后读白话佛法更开悟，是吧？对对。嗯，好的好的。人不能没出息的，对不对？嗯嗯。好了。那是这位同学他其实挺精进的，念小房子也念的挺多的。那么就是帮人背了呀。就帮人背了，是吧？渡人，他确实渡人的时候可能帮人家背了呀，或者渡家里一个人很执着也会。突然之间就像退转一样，因为他的一下子的功德少掉很多。他帮他女儿念很多小房子，然后因为他女儿之前就是很不精进，然后他就拼了命的帮他女儿念，然后就把基本上所有念的小房子都给他女儿了，哎，这个是不是有完全有可能付出了？好的，付出了，没办法。嗯嗯，好的好的好的，感恩师师傅。能不能想问一下，能不能再往一位同修看一下？99年的兔男的，他想要看事业。他的事业在今年的4、5月份的时候呢，不是太好。嗯。过了年之后呢，会好起来，但是到4、5月份两个月要特别当心。嗯嗯。那么6月份再开始又好起来。嗯，你叫他脾气不要太大，他非常焦虑，他一看到钱赚不到了，经济不好了，马上就开始发脾气了，那么会越来越不好，听不懂啊？嗯嗯，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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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让他听录音的。想能师傅能再帮他看一下他的这个99年的兔的男的图腾颜色是什么吗？99年兔男的，黑色的是吧？偏深色，不是完全黑的，听得懂吗？偏深色，好吧。偏深，好的，好的，好的。哎，师傅，不好意思，那个64年的龙，他还想问一下，他图腾是什么颜色的？六几年的龙啊？64年的龙，女的。64年的龙，还好吧？偏白的，偏白色的。偏白的是吧？嗯嗯，他身上有没有灵性？需要念多少小房子呀？86张，好了，不能再问了。哦，好，不好意思，对不起，对不起，师傅，我们自己的业障自己背，不让师傅背，师傅辛苦了，弟子。弟子给您请安，再见，师傅，感恩师傅。嗯。喂，你好。喂。你好。喂。你好。卢台长吗？是。是卢台长吗？是。哦，听你看，我想问个问题。讲吧。我2000年的龙。2000年的龙啊，是男的女的？是男的。你的孩子啊？我的儿子。2000年的龙想问什么？讲吧。想问健康身体。我看一下啊，你的儿子血脉和脑子都不行啊。嗯。脑子啊，有一点点闭塞啊，听得懂吗？血管不听得懂，听得懂。血管不通啊，所以他的各方面的有点像自闭一样的，听得懂吗？嗯。听得懂。你要给他念经了，不念经不行。你们家里有灵性啊？家里有灵性。啊。他身上有没有灵性？身上也有啊，也有啊。他可以念多少张小房子？什么可以啊？他有的念了，他要念180张呢。还要念180张？嗯，你要叫他好好的放生的，他前世有杀业啊，好吗？否则的话，啊，他慢慢的时间长了，他的脑子会越来越差。他现在就是说根本不听你们的，脑子里就想自己呀，听得懂吗？嗯。听得懂，听得懂。喜欢玩的，嗯，玩游戏的。他肾脏上有问题，肾脏。有啊，左肾有问题。左肾是吧？哦，嗯，哦，他的肾脏上要念多少张小房子？69。69，哦，谢谢。好吧，嗯。他的图腾颜色呢？他什么？图腾颜色。图腾颜色。图腾颜色。图腾颜色白的，嗯。啊。好了，嗯，台长，帮我看一下我家里的佛台怎么样？嗯，还可以，靠近边上好像有个窗户呢，嗯，
对对对，有个窗户，嗯，对，就在窗子旁边。对呀、啊，然后那个后面好像有一个像厨房一样的房间，嗯，最好贴一张山水画。嗯、啊，山水画贴好了，已经贴好了。贴好了是吧、嗯、？OK。啊，其他没什么大问题。今早上晚上都要烧香、嗯、晚香也要烧，早香也要烧，好吗？哦，好的好的好的、啊、好了，帮我看一下王人可以吧？讲吧，叫什么名字啊？陈立功。哎，东城。东城立，立正的立。功呢？成功的功。啊，就是立功。哎，立功。陈立功，男的女的？男的。陈立功，陈立功，陈立功，嗯，陈立功，嗯，什么时候死的？1999年。啊，九九年找到了，刚才一下子冒出来八个陈立功，呵呵，你现在想着他的样子啊？啊，他到什么地方去了？你用不着讲，我看了，啊，长脸，啊、长脸，啊，对对对对，哎、对对 对, 对，看到他已经。他已经在阿修罗道了，嗯。我帮他念小房子了，已经。对啊，谢谢谢谢。好了，嗯，好了。好。好。我家里的要多少小房子可以吧？家里可以念49章，嗯。哦，好的好的好的。好吧。谢谢。嗯。啊、好。感恩卢台长，感恩卢台长。再见再见再见。喂，你好。喂。你好。卢台长。嗯。师傅啊，师傅好。你好。师傅你好，同学的业背不良数背。好，师傅，我帮同学问个问题啊。嗯。一个是1959年属狗的，是女的。59年女的属狗的，想问什么？属狗的。想问什么？嗯，他的一个手不大好。有一个手是吧？嗯。啊，他身上有灵性啊。嗯，有几个？一个。一个。嗯。要多少张小房子？要蛮多的，87章呢，嗯，要87章，嗯，他原先看过一个，很原先看过，他是个一个园林呀，一个园林在他身上，对呀、啊，对、啊，就是他了，还没走呢，没走啊，哦，好的，怪怪的，头发、眼睛是圆的，嗯，哦，好的，啊、嗯，好的，所以我再帮他看一个图腾颜色是什么颜色，图腾颜色是吧？嗯，等颜色。1959年属狗的。啊，白狗。嗯。哦，白狗对吧？嗯，穿白一点。他的业障比例多？啊、穿白一点。业障比例多少？24。24。嗯。还可以，蛮好。还可以，蛮好。嗯。再帮他看那个莲花号1839。啊，莲花在。嗯。在的对吧？嗯，对。啊，好的。嗯，师傅再帮同学看一个亡人罗亚平。阿修罗的罗，文雅的雅，早字头加一个下面上点是一个平，罗雅平，2008年往生的，在哪个道？女的是吧？哎，是女的。罗雅，哇，很好啊，在御界天了，嗯。在御界天了。哎。哎呦，感。我都看到他的，我都看到他待的地方了，像一个、哦、那个边上有一个宝塔的，很高的，嗯。哦，很好。上次第一次看他的时候，师傅上说他业障很重，在下面。对。在下面家里把他做蛇年的超度嘛，在庙里面嘛。嗯。后来帮他看，如果他没上去，在下面给他800多张，600张小房子，师傅说他在阿修罗道，过了这几天又给他了。看见了吗？就是一步步抄上去的。嗯、哎，他做了蛇年嘛，做了蛇年的网。庙里面做了超度嘛，没上去。嗯。后来师傅在下面，后来再叫他600张小房子在阿修罗道，阿修罗在现在在点了感恩光，赶紧。头发往后梳的，嗯，额头蛮大的，嗯。眼睛下面稍微有一点点颧骨，嗯。哦。他走的时候很早，26岁就走了。对呀、啊，我就跟你说，所以下去呀、啊，明白了吗？哎，26岁才正好是要结好婚，刚刚结好婚就往出。我告诉你，就是来还债的。他上辈子一定许过大愿的，就是我在这辈子不能嫁给你，我下辈子死了也要嫁给你。好了。
嫁好之后就死了、啊、现在明白了吗、啊不能许愿的，愿不能乱许的。好的，嗯，好的，啊，师傅再帮两个同学看看紫烟花好吗？16776是女的，16776在，讲都不要讲。还有一个同学是5050，5050，嗯，你叫他弘法，不要跑来跑去啊，明白吗？弘法跑来跑去不好了。啊，就是心太活呀，嗯。哦、我看他这个莲花都在上面飘来飘去的，不稳定啊。哦，好的，明白了吗？师傅，明白了，好了，师傅，好了，好，感恩师傅，感恩师傅， okay, 师傅再见， okay, 师傅保重，再见，再见，嗯。好，最后再看一个，再加一个，赶快讲。师傅，啊啊，请看一朵莲花间1798，1798，17965。1795，男的女的？男的，男的。1795，嗯，还在，还在，还在。啊、什么颜色啊？他有点棕色的。棕色的啦、啊，好。叫他脾气要改一改，好吗？嗯。脾气改一改，好。嗯，还有呢。师傅，请看一位亡人邱美玉。什么邱啊？啊，邱是一个。啊，旁边一个比丘尼的丘啊，比丘尼的丘啊，姓丘，姓丘，丘、啊、比丘尼的丘，然后啊，旁边有一个耳朵，知道知道，丘什么？然后美丽的美，啊，玉是玉，玉镯的玉，女的啊，美，2017年3月往生的，邱美玉，邱美玉，对，女的是吧？嗯，对对对，2017年3月往生的，哎呀，嗯，不是太好。我告诉你啊，不是太好，他现在在阿修罗道做瑞兽呢。嗯。阿修罗道做瑞兽啊，那还需要多少张吗？你看了、啊，你要是给他再至少念89张吧。89张啦。哎，你看看吧，好吗？哦，这样好，师傅可以再看一位吗？啊，哮喘病的。啊。68年的男的。嗯。68年猴子。男的哮喘病，看他的身体。老毛病了，很长时间了，很长时间了，脊柱也不好、哦，心脏也不好，哮喘只是当中的一部分，主要问题从小体质就很差，然后呢还吃了很多活的东西，叫他赶紧念往生咒，嗯、小房子大概要念180张。180张。好的，好的。好，江师傅啊、他的业障比例是多少呢？22啦，江好。啊，江好。好啦。啊，师傅可以问看我的业障吗？69年的鸡，自己的业障自己背。嗯，还可以，24。嗯。24啊，江好，感恩师傅啊。好了，感恩师傅，再见，好，再见。好，听众朋友们，因为时间关系呢，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我们下次。